人生最无能为力的十件事，看完你就放下了。一，离你而去的人。人来人往，人聚人散，来了懂了，热情拥抱，走了散了，笑笑就好。很开心你能来，也不遗憾你离开。二，流逝的时间。光阴似箭，一去不返。时间像是一个冷血的老人，他默默收走你的一切，然后永不回头。哭喊挣扎，他也不会快一分，也不会慢一分，亘古不变的步伐里，处处是残酷。落日无边将不尽，此身此日更虚茫。点点滴滴的时间，构成了我们的生命。你热爱生命吗？那请不要浪费时间。三，倒向你的墙。生命中总有一些让人无法承受的意外，地震、洪水，总有一些灾难超出我们的能力，前一秒欣喜，后一秒悲剧。有人说，好好相爱，珍惜生活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四，没有选择的出身。你在何处降生，你在何时降生，你都无法选择。有的人含着金钥匙出生，有的人却生于颠沛流离的路上。抓一手好牌不是本事，打好一手烂牌才见功夫。五，莫名其妙的孤独。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。伯牙子期，高山流水。或棋逢对手，或生死相随，或心意相通，但凡生命中有任何一个出现，孤独也就有了解药。六，无可救药的喜欢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人生谁没有这样的时刻，疯魔似的着迷一个人，行至影单，黯然销魂。七，无可奈何的遗忘。时间会让人衰老，衰老带来的是遗忘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忘了你的名字，忘了你的一切。亲人虽在，却隐隐作痛。我们以为人世间最难过的不过是生离死别，却不知最难过的是朝夕相处，他却已不记得你。八，永远的过去。没有过去的人，没法谈论人生，没有过去的人，不足以面对未来。那些消逝的美好，让人甜蜜而怅惘。只是斗转星移，再难回去。过去可以回忆，可以铭记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憧憬未来，现在努力。九，别人的嘲笑。在意别人嘲笑的人，永远活在别人的眼里。嘴巴是别人的，但耳朵是自己的。你没法决定他们说什么，但是你可以决定理不理会。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必将回应凝视。和小人纠缠过久，君子也会染上小人的气息。十，不可避免的死亡。夫子讲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告诫我们踏踏实实过好现世。希腊人讲，生命的意义是死亡赋予的。告诉我们，正是因为死亡，才让我们格外珍惜。死亡是个一定会到来的时刻。在不能拓展生命长度的情况下，我们只能去拓展生命的宽度。让生命中的每一天，快乐而有意义。